啊，符文带错了啦！啊，我不是没保存吧？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技能解锁有大问题，这个符文，这两个复习都好啦，竟然一点用都没有！啊，这还没玩了多少场？快2万场了！What the fuck？ 他不打我们，我们也不打他，没必要。这线还不错，带回家随便让他回，有踢的。剑魔真是大师吗？啊，他不像大师吧？他在冒充大师。大师，对吧？大火了，只要多看看主播，很好上的。 只要有时间玩，啊，好凶啊！他这一套，我只是假装走。啊，人 ，A Q， 哎，他死了，哎，他不，哎。 找他这个 Q 一级的把他拉到身后，再把我的这个小黑屋一关啊！看样子他是出星石的。哇，这波换血，他失误了。找他出手的时机。哇，为什么他 Q 到我没 Q 到他？ 他这波又要 Q 一我了，抓他 Q 的时机。这波没 Q 一上来，他没 TP 的，他回家让他回，我们控线，大概率不会回，找我就去了。啊，你真吃啊！他队友优势很大，他也不用着急啊。那我不一样，机会，他会走位的。 AQ， 然后拉一下，哎，可惜，闪现没预判到，没事，我们是一个成长型英雄啊，一直在成长，看加了8点法强了，60分钟直接加168点法强，完全不需要担心后期啊，我们打到2个小时直接拿下了，一锤打死他啊。 亏麻了！我玩你的大霸，这个链子位置对我很不友好。怎么拉过去被电击戳一下，还被他打了一下？怎么被他打了2下？这个链子。
阿 Q 就对仗，哎，开盾，哎，等他放 Q 我们再 Q， 啊，这样他就走位躲不了我们的 Q 了。他 Q 抬手，我们也抬手。别急，死了，那搞来搞去，你往哪里跑？我飞废了你啊！孩子的吸，你小子很肿啊啊，跑得有点快，啊，可惜这没杀掉他。去大龙吧，啊，锤歪了，压没压，没压好起身呢。杀一个，先杀一个，别急，剩下的我全杀。哎，四杀没了。死不了的，我还有技能啊，我还能够战斗，寒冰的魂挺好用的呀，攻速加得很快。